同学们好，今天呢，我们进行健康体适能的第四讲，有氧运动及运动监控。大家知道，心肺系统机能是人体健康的重要监控指标之一，有氧运动是提高心肺系统机能的重要运动，也是主要的活动方式。什么是有氧运动呢？有氧运动是以有氧代谢为主的，有节律的，全身主要肌群参与的，经常进行的耐力运动，它以增加人体吸入、运输和利用氧气的能力为锻炼目的。那么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氧运动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持续时间较长，有氧运动的持续时间一般为20到60分钟。第二，它是全身性的大肌肉活动，在有氧运动过程中会动员全身不少于1/6的大肌肉参与运动。第三，它是有节奏性、周期性的活动。第四，它的强度比较稳定，在进行有氧运动的过程中通常要控制一定的运动强度。那么在运动过程中，一般来说有氧运动对技巧的要求不高，在运动过程中机体摄入的氧气量和消耗的氧气量基本相等，在这时你会略感气喘，又不至于上气不接下气，你会稍微出汗，又不至于大汗淋漓，你会全身舒展但不觉得肢体疲劳。这样的运动能有效地改善心肺系统的机能，提高肌肉利用氧的能力，对人的健康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常见的有氧运动包括走步、跑步、骑自行车、登楼梯、游泳等等。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有氧运动是跑步、自行车和游泳。多样的有氧运动方式的选择可以增加兴趣性和选择性，也可以增加长期坚持运动的可能性。不同健康状况或运动水平的人可选用不同运动形式进行心肺系统机能的锻炼。如果以增进健康为锻炼目的，那么通常会选用低强度、长时间的运动方式。如果以提高心肺势能为目的的锻炼，要选择高强度、较长时间的运动。但是通常这样会要求人体心肺系统机能比较强的人来进行，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讲，都要建议采用中等强度或稍高强度、持续时间较长的运动方式。那么在有氧运动过程中，要对运动强度进行控制。运动的强度呢，就是和运动的时间形成了人整个的运动量。那么运动强度是由什么来控制呢？我们在有氧运动过程中通常用这样一个算式来控制运动强度，用最大心率的估算值，也就是说220减去你的年龄，乘以60%到85%的运动强度，视为有氧运动的运动强度，也叫靶心率或适宜心率。那么比如说我们的年龄是20岁，那么通过这个公式计算呢，就会算出你的有氧运动的适宜强度为120次每分钟到170次每分钟的心率值。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在实际的运动过程中，我们会用心率来监控运动强度。心率呢，它有两种体现方式，一种是安静心率的变化，用它来可以了解身体的疲劳程度。那么通常的测试方法是在起床后清醒的时候来进行安静心率的测量，测量时间可以为1分钟。测量后连续记录1周的安静心率，通过它的变化来了解身体的疲劳程度。如果第二天的安静心率高于头一天的安静心率10%以上，则说明头一天的身体活动比较疲劳，需要进行运动强度的调整。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测量运动后的即时心率来监控运动强度。通过刚才我们的公式，大家知道了，在进行有氧运动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测量运动后的即时心率来看你进行的运动是否是适宜的。那么运动后即时心率的测定方法呢，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要摘掉手表等配饰，手掌向上，肘部微屈。
用另一只手的食指和中指轻轻按压在桡骨内侧，位置距离手掌下缘1到2厘米处，微调直至感觉到脉搏的跳动。记录30秒时间内的跳动的脉搏数，然后加倍后即为运动后即时心率值。那么我们刚才呢，告诉了大家一共有3个步骤来进行测量即时心率。下面呢，我们采用播放4分钟健身有氧操的方式，大家跟随进行跳跃。完成以后，我们测定即时运动心率，记录你的运动后的即时心率值。给它删掉。那个有一条不好看。它。我往上推一点就行了。Thank you.
好，那么我们刚才呢，大家都尝试了在有氧健身之后测量计时心率的测定方法。要求课后呢，我们完成以下几个任务：首先要测量安静心率的测量值，那么也就是说要坚持记录你一周之内每天早晨晨起的时候安静心率的变化，记录下来完成第一项作业。第二呢，要记录一周之内你进行有氧健身后的计时心率的测定，也就是说反复的熟练掌握计时心率的测试方法。第三呢，是根据测试的心率对应运动中的自我感觉，也就是说在运动过程中你要尝试着去体验测定值和自我感受的对应方式。这节课就进行到这儿，谢谢。